周末家里来客做一道这样的菜，不仅好吃还特别的有面子。口锅用我的左手来去蒸锅，让老公下几个孩子爱吃的小鸡蛋，水开上锅蒸五分钟，这样蒸出来的特别鲜嫩，热油爆香，辣椒和葱花，关键就是这个白灼汁，用它做各种清蒸白灼菜都好。